体育中心综合报道，世界球后戴资颖昨在印度联赛上演逆转胜。赛后他接受印媒专访，谈到印度与谈当今现况，更对塞纳菲勒尼奥以及新度 PV 新度两名顶尖好手做出评价。其中戴资颖大赞新度是一位更难对付的选手，他说因为他的扣杀非常强势，不过戴资颖也表示这二名都是让人印象深刻的选手，印度也有越来越多20出头的年轻好手，看好印度未来在世界羽坛更加繁荣。27岁的塞纳生涯累积10座超级赛冠军，曾登上世界第一宝座，生涯对决戴资颖为5胜8败的劣势，且自2014年起已对小戴苦吞6连败。22岁的新度目前世界排名高居第三，生涯3座超级赛冠军，对戴资颖战绩为3胜8败，两人去年曾交手3次都由小戴收下胜利。23岁的戴资颖生涯夺下12次超级赛冠军，去年横扫5冠，今年球季他也被众多好手视为头号目标，球后位置面临重大考验。戴资颖欧星社，塞纳欧星社，新度美联社。